Hello， 今日是減肥的第一日，然后今晚要去打波啦，然后依家迟咗成个钟先翻工，因为我瞓晏咗，瞓唔起身。最近咧，其实成日都好夜瞓，甚至系通宵啊，有时剪片啦，有时又瞓唔着啦，失眠啦咁样，所以我都要调理翻个生理时钟先，可以成功咁样顺利减肥，系咪？咁第一个减肥目标咧，我就要减翻去60至62公斤啦。我唔知道我减唔减到60，因为始终我呢几年嚟减肥咧，最劲都系减到62啊，落唔到去60或者58，我唔知系咪大个咗咧，嗰啲肌肉发达咗，所以咧减唔翻去58嗰个体重啦。不过唔紧要，再重申一次，我系1.7米噶，所以62呢个体重对我嚟讲已经系好标准噶啦。请大家唔好咁介意话，哇60字头啊，哇60几kg，哇好重啊，其实唔系咯，我1.7米咯 ，OK。然后第二个咧就要 set 嘅规矩啦，就系我要早瞓，同埋系要 keep 住一个星期3-4次运动啦。我谂以前好懒嘅，因为冇乜时间，依家就好得闲啦，咁所以就希望自己做多啲运动，去用一个比较上大众化嘅减肥方式话俾你知啦。大家之前见到我拍片咧，我都有饮代餐嘅，咁好多人都唔中意呢个代餐。OK， 我为咗你哋，我尽量唔饮代餐减肥，尽量唔靠嗰啲即系湿条纹嗰啲，其实嗰啲真系好有效咯。但系你哋唔中意啊 ？OK， 唔中意，咁我用翻一个最传统嘅方法，就系做運動，低卡路里嘅餐單去減咯，其實都 work 嘅，但係就係咯，要好多時間咧，因為你要煮嘢食噶嘛。但係你代餐啊、shake 嗰啲，你就5分鐘就飲完咁。OK， 冇問題啊，我挑戰下咯。早瞓咧，就因為我最近咧都成日都3-4點啊，最少都3-4點瞓，然後差唔多晏晝先起身，有次試過夜晚先起身咯。咁嘅生理時鐘咧，其實對減肥一啲幫助都冇啦。最重要嘅第三點咧，就係呢一次嘅減肥目標嘅最大元兇就係我冇錢啊！我自從做咗 YouTuber 之後咧，我完全係窮到窿咗。嗱，我而家淨係 show 俾大家睇我 YouTube 一個月嘅收入啦，就係大約3000零蚊啦。咁我個零咧，我就唔 count 佢啦，係啦，我就係當佢3000蚊一個月啦。咁我會將呢一個減肥嘅計劃咧代入呢3000蚊。如果我當 YouTube 係我唯一收入嘅話咧，3000蚊我要夠食夠住咧係冇乜可能嘅。咁所以我都有翻 part time 啦，但係 part time 我就 count 喺其他位啦。咁呢3000蚊咧，我就打算咧 count 喺呢個減肥計劃度啦，就係膳食部分啦，係啦。咁你打波啊、游水嗰啲都要俾錢，嗰啲就唔計啦嚇。咁呢3000蚊咧就係我呢一個月嘅糧食費啊，即係1日大約100蚊到嘅，其實都啱啱好，都夠用噶啦。即係總之咧就係控制我自己，千祈唔好食得太多，係啦，唔好買咁多嘢食，唔好見到啲零食啊，好似好好食嗰啲咧就去買咯。同埋咧，我真係好想買相機啊！呢部 M6 咧，我 dream 機嚟嘅，真係，但係佢而家啱啱出啦，仲好貴啦，我諗住慢慢儲錢，然後先去買嘅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100蚊咧，如果我一日用唔曬嘅話咧，剩低嗰啲錢咧，我就會撥落我嘅小閒閒賺咗基金度，小閒閒買相機基金，係啦，咁我就會撥落去啦，然後睇下減完肥之後剩低幾多錢，可唔可以夠數買呢個相機啦？就係咁簡單啦。咁我哋今日就開始今日嘅旅程。喂、哎，死啦，遲到啦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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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肥仔，肥仔，肥仔，嘣，好。走啦，生命時速，所以呢個計劃就叫做減肥大作戰之慳錢想買相機篇，應該叫做慳錢減肥大作戰，耶、yeah! ！好啦，開始啦，走啦走啦，真係遲到，俾老細鬧死。今晚去打羽毛球，噔噔，呢个就是我的架餐啦。你睇我着呢件衫，以前是啱啱好的，你睇依家肥到只手臂，哇顶你个肺真系，哇顶啲拜拜肉，劲肥咯只手臂，完，嬲自己点解会肥咗咁多？食翻翻碌叉牛柳啊嘛，之后仲有一个辣面，你食翻啦。我落袋先。哦，唔該曬啊！食面配飯真係第一次。
攰啊！原來減肥離我咁遠。咁我就啱啱翻到嚟屋企啦，而家好肚餓，打三個鐘波。佢三個男人，你知男仔同女仔打波真係個體力勞動咧係爭好遠嘅，哇，好攰啊，真係。唔得，我覺得我自己有啲已經係腳軟啦，然後暈暈地咁樣，所以我要吸收翻啲營養，係啦。咁之後咧就翻咗嚟，咁屋企又冇嘢食啦，咁就煮咗呢一兜筍啦，同埋兩粒福州肉丸，補翻啲卡路里仔咯，就係咁簡單。本身我就諗住戒宵夜嘅，但係唔得，太肚餓啦，同埋真係好冇力啊，所以食翻少少嘢先。飲翻碗湯咧，咁就可以幫你補充少少鹽分啦，然後又可以幫你補充到水分嘅，所以我通常都係飲湯咯。如果真係肚餓嘅話，因為如果而家宵夜出街買個飯食都好肥，所以翻屋企自己煮個湯。哎呀呀，今日慳咗錢啦！我今日淨係使咗7蚊啫，黐飲黐食嘅下場。好清啊，好清啊，清筍一定好低卡路里，相信我。做完運動咧，其實唔一定係要節食，或者你覺得好肚餓肚餓，你都唔食嘢咯。其實你係可以食嘢嘅，但係就要揀啱嘢食咯。咁當然唔係叫你食翻個碟頭飯咁樣啦，但係你話你屋企煮個湯，我覺得一啲都唔過分咯。咁如果你出街咧，唯有可能買個三文治啊，然後加個豆漿咁樣咯，因為冇乜得揀，三文治算係補充咗你嘅體能之餘咧，係健康啲、少油分啲咯。噔噔，咁呢個今日存到嘅錢，我要買相機。好，繼續存錢。依家時間係1:28，肥仔，早偷啦，肥仔，早偷肥仔，聽電話，肥仔。喂喂，早偷啦，肥仔。咁我就唔知应承咗边条契弟话要早啲瞓嘅。早偷？喂，早晨，我唔知昏迷到12点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仲话早起，我早起唔到，即系一起身咧就有啲工作嘅嘢咧就要搞啊。咁我瞓觉嗰阵时咧就系个脑做紧嘢啦，然后咧起身嗰阵时咧就系。又要开部电脑做嘢啊！好 ，YouTuber 就系 YouTuber 啊！好，咁我哋依家就起身啦。饮水啊！晚餐系沙律，出面开紧 party 嘅正，偷偷地。好，今日100蚊乜都冇用过，好嘢，又储到钱啦！好，咁今日咧系好迟先瞓啦，因为倾拍片嗰啲嘢倾到好夜啊，咁就系3点钟，哦，瞓觉啊，睡觉啦，晚安。吃饭时间都冇，由个头开始吃系嘛？但系你迟到，喺沙河玩嘢，我咪死咯！早晨，今日系减肥嘅第5日 ，yes， 每日都系4点至5点先瞓，然后瞓到晏昼1-2点先起身，然后继续剪片，每日嘅剪片就系剪片 ，oh my god！我呢個星期雖然係有減到，但係係好唔健康咁樣落磅咯，好唔建議大家咁樣做。但係唔好計咧，因為工作關係，同埋交代翻咧，前日咧我就同班 friend 去咗 party room 度食啦，咁即係188蚊一位，咁就我超出咗我每日用100蚊嘅預算嘅，咁我就扣咗2日嘅伙食啦。我琴日都係冇用過錢咯，完全冇用過錢。咁我依家就擺翻12蚊落個銀櫃度，咁然後今日咧有100蚊使嘅，係啦，終於可以有100蚊。證明這個減肥計劃咧係唔可以食放題，唔可以食超過100蚊嘅嘢，如果唔係就會窮幾日咯。Oh my god！ 加油努力，第5日耶！ Yeah! 然後今晚又通頂。
請到阿媽認得，然後就飲凍檸茶，我33蚊，之後再加2蚊凍飲 ，yes。哇！你應唔應該啊？你真係。基本啦，我幫你食咪得咯。見到你咁，呢個係咩啊？黐拉線，黐拉線。這個奇亞籽咧好健康嘅，可以通便便嘅，啱曬我。最緊要食 Starbucks 係咩？有人請。點嗰啲西米露咯。係啊，我哋方都話成日冇西。其實這個應該都算是肥，但是它是健康一點的脂肪，即是奶啊，然後果仁啊，芒果啊，還有黐拉絲咯。早上，這個是我的 lunch 啦，現在已經2:30了，是下午茶，那就喝蘆薈汁加茶粉，那這個就是雜菜飯的朋友啦。過了今天我就不用通頂了，今晚就是吃這個57蚊的三平飯，它有很多材料啊，我未吃過，從來都只是吃那個牛肉咯，這樣就花了57蚊回到你屋企啦，好累啊！我已经冇乜力可以讲嘢啦。咁啱啱就去七仔买咗2盒高钙低脂奶，我真系劲中意维记，咕咕咕咕咕，我净系饮维记嘅奶嘅啫。咁做完运动饮脂奶唔系好过分啫，系嘛？会唔会又俾人表我？俾人表我话啊，成日做完运动食嘢啊，教下人啦，补充翻啲。蛋白質都要啊，大佬。雖然奶嘅蛋白質就唔係好多，但係你都會肚餓噶嘛。咁肚餓又唔可以食啲肥嘢喎，咁咪唯有飲一盒奶咯，係咯。脱脂奶咧，硬係覺得個蛋白質唔夠咯，同埋脱脂奶好淡啊個味。飽飽，沖涼，瞓覺。今晚終於可以早啲瞓啦，好開心啊！晚餐2粒丸啦，這個1粒蛋啦，之後芝士香菜麵，芝士圓西麵啊，係啊，西麵正，冇西麵，希望食完唔會西麵。OK 喎，唔難食咯，但係唔知係咪日本出嘅咧？佢個樣咧好似
馬來西亞或者嗰啲東南亞嗰啲出品咁樣。係呢一隻面咯，呢只。佢寫啊寫日本出咯，係啦，係之前武士代購剩翻低嗰啲面嚟嘅。以下内容可能引起情绪不安，敬请留意。不知道大家平时照镜嗰阵时咧，会唔会觉得自己身材其实唔系咁肥嘅啫？喂，其实啊，我都唔知点讲，其实系真系肥嘅，但系诶 ，sorry 啊，其实系真系肥嘅，但系其实系真系好肥。好啦，就系咁啦。咁呢度咧就记录低我啱啱开始减肥嘅时候个身形啦，系、有呢个好大嘅车胎肚。哦，好奇怪喎、哦！以前细个肥咧都系肥喺手臂同埋脚，即系依家竟然系净系肥喺个肚度，然后只脚系都系好肥。完，好啦，就系咁啦。啊，我俾大家见到我最多露肉嘅地方，明明我自己唔系一个好 sexy 嘅人，就俾你见到咁多肉啊！